我家深夜十位。哇，这个炸烧肉真的很毒啊！烧肉能本身就有那种有肥有瘦的那个那个部位啊，炸过之后呢，那个香味就逼出来了。它有放那个生的那个蒜啊，就这样子背起来，反而就觉得哇，滑滑的感觉不会腻，就很清香。那你啊？